起吃大肠不咯？香喷喷的那种啊。煎的。鳗鱼，我在网上买的。拌着米饭可以。今天都是自己做的。可乐鸡翅。番茄金针菇，这会儿我做了一大盆。这个白玉萝卜汤太烫了，我刚拿出来过，我就先不吃了。泡椒，韩式炸鸡。妈，我给我吃口。好，好吃哦。甜甜的，甜甜的，开始吗？走，马上直播啦！螺蛳粉、鸭舌，还有炸鸡。好几天没有嗦粉了。这个更少，36多的，这个是辣酱，然后一个是蜂蜜酱。祖传的大勺子，爆头必须吃香辣的。永墨能不能给个双击？中国的这个老菜啊，牛肉派。今天吃的是张亮麻辣烫，不是张亮麻辣烫。不关键了，马上开播了，吃完这一盘。辣白菜。
9点开播。